头靠的，是像我自己其实最早期我会用肥皂，哎，肥皂就是我发现很多人没有刮胡泡，可能他们就随便用个肥皂什么先抹在胡泡上，但是用刮胡泡的好处还是比较好，因为肥皂会让你的皮肤变干，但是刮胡泡它比较多滋润的成分，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先用刮胡泡。哎，我们来个镜子吧，我们小曲是您第一次在众目睽睽之下那个抹刮胡泡吗？请问一下，你有把这件事情告诉你的爸爸妈妈或是你的女朋友吗？没有，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我会帮你放送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有直播，他们来的 Pure 小老师来现场示范一下，好，帮我们呢，帮我们的这一位呢小帅哥，好，现场操作一下，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同时有脸红心跳的感觉。也是第一次被男性服拉提他的皮肤，连这个秘密都说出来了。我想到不会介意的。哦，哇，好，就是呢，两颊部分呢，我们由上往下，感觉有很舒服吗？有觉得呢，你的这些胡渣渣们伴随着呢刮胡泡泡，然后呢跟着我们的刀头离开了你的肚，所以呢，不论你长得再怎么有棱有角。无论你长得像本垒版三角脸，还是菱形脸，不过我觉得人中的部位真的比较容易刮伤，因为这边其实是凹凸，就是有凹有凸的地方。是。所以假设你没有做出这个动作的话，就很容易刮伤。但是刚才他刮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个刮胡刀其实蛮柔软，是，因为它可以自动的这个感应。好了，其实。